每年儿童节期间，东京塔下都会挂起333条锦鲤旗，形成一道鲜艳的风景线。凑巧路过，就把它画下来吧。虽然很有可能会大翻车。我不会是没墨了吧？有墨，那就是独笔了。天哪，太久没用了，最近都在用彩铅，救命！我彩铅我都没有用来画过去，怎么办？有矿泉水吗？哦，我有矿泉水，只有清水冲一下就好了，是吗？嗯嗯，冲一下笔头。哦，这么